一个品牌能红100年，必然留下许多历史，许多被时尚偶像加持过的事物，以及过去设计师的经典齐聚一堂的真相是什么，让我们一一为你解析。GG logo 的 马梦包，看上经典马术元素的马衔链包，半月形假鸡包，和米开里的浪漫代表作酒神包，这100周年的意义，对米开里来说，不仅仅只是向过去致敬而已，同时也让所有人更期待往后的 Gucci 会是什么样貌。2021，我们一起迎来 Gucci 的第一个100年。在下一个100年之间，它还会有什么惊人之举呢？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